所以今天可可准备了近期春季购物分享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。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小皮衣，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百搭，因为一般的皮衣呢就是很多铆钉，显得非常的硬朗，不是特别适合我。这种款的皮衣我就强烈推荐，而且它很软，里面呢再搭配这种非常有特色的 T， 有一个很大的糖果爱心，最近我很喜欢的一个韩国的潮牌。下半身的话现在是一个牛仔长裙，早晚就不会冷，这样穿上之后呢就是甜酷女孩了。接下来是这个Lugas 的，我身边很多韩国女生都很爱买这个牌子，最近呢好像是换成恋爱二里面的那言在代言哦。刚刚是甜酷女孩风的话，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江南淑女风，好真实的试穿现场啊。哦，哒哒，小黑裙，大家看会觉得这一件啊特色不多，但是穿在身上非常修身，然后显得很大气。作为一个30多岁的成熟女性，是一定要入的一种风格。看了那言穿的那个模特图，觉得好美啊！穿过来了，版型绝好，很显瘦，很喜欢这种露出脖子的领，扣子的细节也非常到位。面料呢是这种比较厚的，很适合春天单穿。感觉这个发箍好像还更合适一点。其实这个衣服总体来说也算是甜美系的，很满意耶，购物大成功。另外还买了一件他家的，是这个米色的皮衣，颜色真的太好看了，赶快穿起来。哇，这个米色的皮衣好喜欢啊，皮质很软，穿起来好舒服啊。敞开穿的话，里面就可以穿这种小连衣裙，就是一个吊带裙。这个牌子也是韩国的一个小众潮牌，很多女爱豆都穿过。到了春天呢，阳光也是越来越刺眼，所以呢墨镜也不要忘了入哦。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吧，非常有名的牌子，包装好好看。我很早之前买过他家一个比较大的，这次呢买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，在店里一试他就觉得哇绝了，完全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，大小跟宽度还有形状都非常适合我。这个墨镜品牌呢就非常适合女生来戴了，我觉得价格也算比较适中的。最后要分享的呢是两个三叶草的，一个呢就是小蓝鞋，其实我对这双鞋觊觎很久了，但一直不敢试，春天还是有一点色彩比较好，穿得好就是潮人，穿不好就灾难了。另外一个呢就是牛仔衣，后面呢是用樱花绣的一个 logo， 肩膀到袖子是标志性的三条杠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logo。 春季外套我最推荐的要么就是小西装，要么就是皮衣，要么就是牛仔衣，这三种呢真的非常好搭哦，好看，一下就有亮点了。全身黑底下一个蓝色的三叶草鞋应该也会很好看。刚刚的牛仔衣又是我喜欢的那种短款，现在好像反而流行这种比较 vintage 的颜色， logo 真的很春天。牛仔衣嘛不管怎么搭都很好看。今天呢可可又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的2023春季购物清单，还想看我分享其他什么东西，不要忘了留言告诉我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